台下选人咯，准备好了吗你们？来，我们三个把这首三两三送给大家。直播间25万人，咱们一起点点赞。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三两三，换来了灶台上的一日三餐，熬一过时间，嚼一口从前。我固然想念曾经那个发光的少年，我爬上了屋顶给月亮递根烟，和你谈谈我是如何熬过了这些年。好调，曾胸怀天下，曾情长时段，也曾想要带着他万水。一起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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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人生路漫漫呢，是道多艰难，感情就像按揭款，早晚都得还。错就算两算呢，不敢小留恋，不经岁月不经天，经我的心酸。Let's go， 谢谢公哥。走一走，谢谢。唱一段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们太捧场了，我天哪！每次唱完有好多尖叫声呢、啊，让我感受一下全场10000人的尖叫声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，右上角的人气打开，我们找到大佩佩，还有我们的杨浩的观众，点一点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浩，在直播间的榜14的位置，喜欢杨浩点点关注，16号晚上7点在长沙西约会户外直播，喜欢的杨浩点点关注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我流水清风摇啊摇，摇着过往在我心里绕，曾陪我缠绵，曾陪我混淆，情雨滴滴打湿我眉梢，可以吗？来告诉我上还是下？这里能更嗨一点的音乐更好，猴哥啊，来啊，这个都是上了，你看看，这都是上了，是不是有一帮人是专门在抠下呢？我想知道啊，今天是咋的了？今天的啊。上来，你上。来，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把公屏互动起来。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是否能够登上大舞台，就看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了。来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啊。你是本地人吗？来，本地的啊。你音乐关一下。本地的主播吗？你是？是的。你话筒近一点，我听不到啊。你好酷啊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唱什么歌？唱歌后来清唱一下吧。那来唱后来看能不能上，大家看能不能让你上，好不好？预备起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好、哦、谢谢，这个长得挺好看的这小姑娘，来告诉我公屏，来，来自我们盱眙本地的一位主播，猴哥在干嘛？声音，盱眙本地的一位主播，来告诉我上还是下来。音乐声音大一点，音乐声音大一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 ，Hello， 小庞同学你好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
颜色啊，给我一点颜色，来，准备好，声音是歌名，是歌名啊，来，声音来，女娲娘娘不了天呐、生下个石头是花生。哇，来这一位觉得帅还是下来、直播间家人们高频互动起来、上还是下来告诉我，哎呀我天哪，马上27万元，咱们人气票一起刷一波，上来上上上上上上上，感谢烤鱼，你们俩谁唱啊，你唱啊，来给个男生吧，来男生来，你好，谢谢唐老师给的机会，我想唱一首 吧，你是本地人吗？本地人，哎，本地人是一人，来唱什么歌，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，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被错过，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后人生淡薄。这个可以吗？来告诉我，上还是下？哦，上还是下？来告诉我，你们刚刚说第一个昨天上过了，第一个明明不是昨天那个呀，你们咋回事啊？只是衣服一样，就是一个人吗？啊，上还是下告诉我，来，直播间27万人，咱们一起把多屏互动起来，上啊，谢谢柬埔寨，上上吧，上上上上，来再来个女生，来个女生，来个女生，你刚要不说你这女生，女生来，你好，要唱什么歌，死了都要爱啊，来预备起，半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，一分一秒都没到，泪水流下来不理会，别人是看好我流会，只怎么回事，这个话筒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刺啦刺啦的，那不是没弄好这个，这来，你重新唱一下，手口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却不接受，还叫我往哪里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让彼此都快乐，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接不接受，还说我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女人，哇这什么礼物啊，28万元，感谢蓝月，为了10月6号那一天，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份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，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怎么样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真的吗，你说不必了，故事说好了，你分手了吗，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接不接受，还叫我忘了你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让彼此都快乐，
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却不接受，还说我会找到另一个比你更好的女人。来了剩30万人，可以上一个调吗？太低了，这什么调？对，再上一个调。10月6号那一天，我走遍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只为了寻找一封礼物，你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，你说不必了，不是说好了你分手了吗？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接不接受，还叫我忘了你从此不要再联络，让彼此都快乐。你曾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，我送你礼物你却不接受，还说我会找到另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。谢谢，一首生日礼物送大家。哇，没有了，对，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因为每个人都在说，还想让你再来一首，来，先给你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再绑起看一下，我看我再绑起，我们拉一下，拉一下榜单看一下，怎么看的？榜十五，榜十五，我叫乔毅，希望咱们喜欢听歌的咱们家人们，咱们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我在十几啊，送给大家。你又怎么确定他们熟悉这首歌？熟不熟悉，朋友们？不熟悉。熟不熟悉，会不会唱？到底会不会？不会，我揍揍你。没事，不会你可以唱。下定决心忘记你，谁的伴奏？送给大家暴灵的伴奏。暴灵的伴奏，来，准备好。下定决心忘记你，从30万人来。呼！欢迎大家来到腾云大舞台，站在马上。42000万，你啥？是五千两的真我，今天送给大家。呜呜，嗨！感谢蓝月。走在彷徨的路上，我的心情暗自伤，多少快乐的往事，都随风而去远方。说好。为何泪红了眼眶，只因对你情太深。 Come on， 曾经相爱的放弃，如果继续也没有意义，曾经迷失了我自己，我会离开你远去，走到海角心，这份真情，含泪默默哭泣，下定决心忘记你。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能够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度怎么样？马上28万人，最前五。走在彷徨的路上，我的心情暗自伤。多少快乐的往事，都随风而去远方。说好不悲伤，为何泪红了眼眶，只因对你情太深。曾经相爱的放弃，如果继续也没有意义，曾经迷失了我自己，我会离开你远去，走到海角天边，刻骨铭心这份真情，含泪默默哭泣，下定决心忘记你。来，我的耳机又掉了，再好，谢谢。下定决心忘记你，来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一点掌声送给他好吗？掉，哇，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，你知道吗？
穿红衣服超好看。潘老板，把我的耳机再塞给我耳朵上。来来来，找不到了。来来来，这里。好的，谢谢潘老板。你这台，谢谢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台上非常的耀眼，真的好好看。来，咱们一起点点，榜十七，一起见证我上三十万，马上五千万点赞啦！双击屏幕点点赞啦！来，你在干嘛？来唱歌。我感觉你是来遛逛街的。我是来逛街，来。来是来看看唐老师。别叫唐老师，你再叫唐老师就不给你唱了。啊，那叫。叫我唐小妹。可以叫唐小妹。唐小妹，来。这样不有点冒昧了吗？没事，你叫我小，我多开心呢，真的是，的是不是？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喂喂。唱什么歌？王琦老师的歌曲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来给你伴舞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给我来，谢谢，拿一个衣服给我，白色衣服吗？谢谢，我好久没有唱听这首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了啊，因为我马上23号去新疆了，哎呀，好开心呐、啊！来，我现在咋做广告好不好？今天我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盱眙的国际龙虾节啊，好，我们盱眙呢是小龙虾的一个发源地，同时盱眙的小龙虾。是我们龙虾中的白富美哦，啊，真的肉特别的饱满，黄特别的多，而且呢，啊，那个白，三白是哪三白？告诉我嘞，须白、腮白，还有肚皮白，都记得。来，准备好，来，我们来，你来唱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我给你伴舞，好不好？谢谢美女。来，掌声有请，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，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已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可你不吃爱比和断绝所有的消息，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，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拉丁，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，绽放完就有托你深深想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盱眙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盱眙吗？我祝福我们的盱眙龙虾节越办越好，越办越红火，也希望来年还能看到唐艺大美女啊。哈哈，明年还要我来吗？还要我来啊？好，明年来，年年都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看，你要需要点关注吗？啊、啊！我的拉拉队在哪里？什么？他们看到你，你在蹦极。不要拉到上面，拉到上面，等下刺啦刺啦的啊！谁？谁叫什么名字？启腾二手车。啊？哦，二手车啊！你是做二手车的你？你是在做广告的你？不是，不是做广告的。
那个什么二手车在榜六啊，榜六你做二手车的，我的天哪榜六的观众一起点一点好不好，大家晚上好，直播间的家人们晚上好，老板好，虚仪没说错吧，虚仪啊，来起来，来这样子，刚刚大大他们想听你唱什么，要不然我们两个先来首嗨的，好，我们俩来首野花香，你觉得怎么样，不喜欢唱啊，好吧，站在高岗上唱，站在高岗上，来大大跟我一起来一首站在高岗上，这首歌我是听你唱我才唱的、啊、以前我都没唱过这首歌啊，来准备好，站在高岗上，哇来，直播间马上26万人，咱们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，哟！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来点尖叫声，我们一起冲三说行不行？人气表丢一丢，冲冲三！谢谢女王姐，左上角黄心朱莉娜娜，人气表朱莉。我不去了，我打不过你。一、二，连绵的青山万里长呀，巍巍耸起像屏障一样巍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，白云片片天烟苍苍一样巍。连绵的青山万里长啊，浪在岗上等红妆呀喂，轻轻地穿林穿云霄啊，乘着一个游击郎呀喂，连绵的青山万里长啊，巍巍耸起像屏障呀喂，青的山林穿云霄啊，站着一个游击郎呀喂。站在高岗上想象啊，是谁在对你声唱，谢谢，感谢前世今生，谢谢前世今生哥，大大好不好听，我们的阳光女神大大来开放大大的榜曲，点点大大的关注来，榜八、榜七，谢谢大家，我叫大大，我在榜七，喜欢大大，榜七点点关注，给我们老板点点关注，来榜七的大大一起点点关注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这，小兰准备好，我们嗯，咱俩一首，你一个人来吧，跟我们一起唱吧，我们俩一起唱啊，一起唱，来一首野花香，来野花香不香？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来准备好一首野花香送给大家，继续人气往26万人冲，一起冲，双击屏幕点点赞加入直播间，5000万赞赞冲刺6000万，
想装作很倔强，但是见面自己却倒先投降。因为爱你，我一如既往，再多压力都无法阻挡。你的炽热，我无法设防，还总是让我心花怒放。幸亏我拥有爱的力量，愿意陪你满世界疯狂。哇，谢阿修姐，请你呀来到薰衣池楼下，让我的心呀不再流浪。唱歌跳舞，我们一醉到天亮，醒来已是满地的夜花香。请你呀来到我的身旁，让我要为你卸下心装。今夜我就是你最美的新娘，醉在这一滴野花香。好听吗？感谢阿修姐。直播间马上27万人，咱们一起刷起屏幕点点赞。马上27万。炽热我无法设防，但总是让我心花怒放。因为爱你，我一如既往，愿意陪你满世界疯狂。请你呀来到我的身旁，让我的心呀不再流浪。唱歌跳舞，我们一醉到天亮，醒了已是满地野花香。请你来一起来到薰衣池楼下，让我来为你卸下心窗。今夜我就是你最美的新娘，醒来在这一地野花香，醉在这一地野花香。野花香，耶耶耶耶，野花香。元气变了，一起助力一波，谢谢。哇，这首歌好嗨呀、啊、是不是？来，咱们再次把我们阳光女神谢谢大家，我叫大大，我在榜六的位置，榜六的大大点点关注，每天晚上6点半在无锡九里仓进行户外直播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大大每天都是在几点钟？6点半，每天情版的一首歌曲啊，好不好？一首慢节奏的《一壶老酒》，来送大家。我们心里的朋友来点掌声，行不行？谢谢你们啊！来，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帮忙刷起屏幕点点赞，马上6000万赞赞，左上角黄心助力人气票。喜欢听他唱歌的点点榜八的观众来，谢谢。来一壶老酒送给大家。哎，不错，你唱这首歌好好听哦，是不是？来，咱们再次把榜八大大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榜七，大大，榜七啊！谢谢大家，我叫大大，我在榜七的位置，喜欢大大点点关注，谢谢给我们老板点点关注，谢谢我们现场朋友，谢谢你们，两个。